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织一件很有特点的女士的全身满满麻花的一件开衫。这款作品呢，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你所看到模特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件，正是我们现在要为你讲解的这一件。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件服装。好了，我们现在就正式的和大家一起来介绍它的编织方法，并不复杂。这款作品的毛线用量呢是1斤5两线，由于它采用的是非常费线的啊这种麻花的花纹，所以线的用量稍微的多了一些。另外它采用的工具呢是6号针毛线，纯羊毛的粗线，线与针之间的关系呢是这样的啊，每根线的直径2.5毫米，6号支针。好了，我们现在正式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它的编织方法。首先来说啊，它是从底边的部分起针以后，往返整个大片一起向上编织的啊。大家仔细看，看这儿是它起针的位置啊。那么我们一共起了多少针呢？首先来说，这一部分总的针数一共起了178针。织的是什么花纹？你已经看到了，是麻花。同学们准备截图。麻花呢，它是有8针麻花，2针的，相隔2针反针这样的一个编织方法啊。大家看，有一个整体排花几个字，对不对？啊，左右门襟各8针麻花，然后相隔2针反针这样的往返向上编织而成的啊。注意了，8针麻花我们要第8行拧，记住了吗？啊，好，按照这样的规律啊，我们将这178针往返一直向上织啊。有一点我要提醒同学们啊，因为大家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啊，都有自己的一些习惯，比如有些同学总说，哎呀，我为什么织的这些麻花啊、小球球都有一个很大的洞，这可怎么办呀？由于这是花纹的特点啊。每一个麻花它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洞，看，如果没有的话，那它就不是真正的麻花了，对不对？看到了吗？所以不要觉得这个有这个洞就耿耿于怀啊。有同学在编织麻花的时候有意识的拉紧了线，越到织这位置越诚心把线拉紧，那么你会出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后果，那就是你本以为起的针数刚刚好是你要的胸围，是你要的尺寸，但由于就这一个动作，你使得整件衣服变小了。而且大家注意啊，这款一个最大特点还是什么呢？所有麻花同时拧针，所以提醒同学们啊，将来你们在操作的时候，尽量麻花要给它错开。怎样错开？就是第1和第3是同时拧的啊，中间第2拧的位置呢是在第1和第3的中间这个位置，这样它的这个弹性啊相对来讲会更大一些，能够削弱总体同时拧针啊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紧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看的一个效果。所以同学们要注意啊，其实不光是视觉上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它弹性不够，所以每个人都要注意啊，只要你安排大面积的麻花就要考虑这个问题，除非你的每个麻花之间隔的反针要足够多，像这款只隔了2针反针，它没有那么多啊，所以很有可能一个不小心我们织的时候就使得整件衣服织的尺寸不够了，记住了吗？啊，由于反针呢，它会大大的削减我们同时拧麻花带来的这个紧绷感，所以啊，如果你中间隔的反针不够，就一定要考虑如上我跟你说的各个的特点啊，一定要给它回避掉。好，我们将这178针织8针麻花，第8行拧，中间隔2反针，往返一直向上织啊。织多高呢？总高度来到32厘米。看，达到32厘米之后呢，我们就要将总的针数啊做一个区分了啊。也就是，同学们注意看啊，后背我们留了6组完整的花纹，看1、2、3、4、5、6。往往有些时候啊，你要是根据花纹来，都不需要你去算针数，记住了吗？啊，后背是6组完整花纹，但是注意看啊，注意看，我们整个腋下实际上一共剪了2组麻花，看到了吗？这组
和这组是被减去的，注意看，也就是整个的这部分啊，我们在给它区分的时候，应该是啊后背部分分针的时候一共分了多少？八针麻花，记住了吗？啊，八个麻花啊，后背分了八个麻花，那么左右前片各分了多少？一二三四五个，在腋下减针的时候，分别在腋下后啊前片和后背片的这个位置各减去了一个麻花，那么按照怎样的规律减的这个麻花呢？首先来说啊，我们要平收腋下的一个五针啊，那腋下的五针啊，平收的时候这边五针这边五针同时都是要收掉的啊，因为它指的是一个位置，看这儿，看，那它一共四个位置啊，对不对啊？就一个腋下来说，它刚好是啊两个五针，所以这位置你要减去十针才对哈。好，一次性减去十针之后，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十针的两侧开始规律的减针，我们需要隔一行减一针，一共减五次，那就是这个位置啊。另外一侧也是这样的，看啊，按照这样的规律啊，整个的涉及到腋的位置，无论是前片还是后片，都用这样的方式来减针。好，同样情况下，我们是先织哪儿呢？先织的前啊，先织的后背片啊。当两侧都用这种方式减完针之后，我们刚好剩下了六组麻花。好了，往返往返向上，按着原来的麻花继续向上织啊，织多高呢？同学们看这高度啊，十八厘米。这十八厘米从哪儿算起？从我们腋下第一次减针的位置算起，看到了吗？啊，一直向上织到这儿，但是要注意啊，留针。或者说停针而不能收针啊，两侧系上皮筋儿啊，等着下一步的操作。好，我们的下一步啊，通常情况下织完了后背片，我们要进入到前片了啊。前片腋下是这样减针的，同学们都知道。那么整个的前片的部分，同学们看啊，花纹几乎没怎么乱，但是实际上在领口位置也是经过了减针的啊。那么我们剪完了腋下，往返往返向上保持原有花纹，向上织的过程当中，织多高才开始剪领口的位置呢？首先来说啊，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向上一共给它织八厘米，看，也就是从腋下到我们开始剪领口的这位置啊，我们要给它织八厘米。织够这八厘米之后，我们就要给它在领口的位置进行规律的减针啊，也就是减领口的这个事儿。首先来说，我们在领口的位置一次性的啊给它平留八针，可不是真的减啊。同学们注意到了吗？你的边沿这位置刚好是什么？八针的一组麻花，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这个八呀是把这个麻花的所有针数给它留住了，明白了吗？啊，我们留住了八针这个麻花，然后在八针的另外这一侧开始正式的减针了啊。我们需要每两行减三针，减三次，也就是隔一行减三针，减又隔一行减三针，又隔一行减三针，减了三次。减完这三次之后，我们需要隔一行减两针，减四次，或者你理解成为每两行减两针，减四次。然后呢？隔一行减一针，也减四次。好了，减完之后剩下的针向上往返织啊，按照原花纹织，当达到十八厘米的高度的时候，十八厘米由何而来？就是从腋下一直到肩头的位置高度啊，直线高度够十八厘米。或者你换句话说，当你织的过程当中跟后背片比对跟它一样高了，就要停止了，记住了吗？啊，另外一侧的腋下领口也是用这样的减针形式啊，平留一个八针啊，隔一行减三针减三次，隔一行减两针减四次，隔一行减一针减四次，都减完剩下的针看是多少针啊。如果剩下了十针，那么也取后背片相同的十针给它织缝上啊，这边也如是，取跟后背片一样多的针数相互织缝。好了，织缝完之后我们看啊，就有了一个很大的领口的部分，对不对？而且我让大家这位置是留针啊，通常情况下啊，我们在
切后片织缝的时候，都是从外向内织缝，刚好把这个位置的针数剩在指针上。这位置的针数是谁呢？也刚好是作为领子的针数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它挑织哪儿啦？领口啦，要织领子了。首先我们已经知道的，原来我们已经在两个位置各留了多少啊？八针，对不对？好，这两个八针呢，给它分别串在织针上，然后在这个位置挑针啊。总的针数加起来一共挑138针，所有都加起来啊，138针。我们向上往返往返，给它织什么？织这个啊领子的部分啊。同学们看，我们是从这位置开始挑的。这次的织的这个麻花呢是水果糖的麻花。什么叫水果糖？也就是两边这儿啊一样长，中间这儿拧了一个麻花，中间这是糖，这是糖纸的那个翘起来的部分，明白了吗？啊，我们这是这个花纹啊，实际上还是八针麻花隔两反针，但是长度不一样了。所以同学们要注意啊，它跟普通麻花的位置略有不同。那么它的高度我们向上一共织了多少呢？10厘米，看，就这位置高度。然后一定要注意啊，织完这10厘米之后，我们要给它收一个平边，你看收的是一个正针的平边啊，这样看起来非常美观。不要收机器边啊，尽管它有弹性，但是机器边遇到了麻花，它会啊很不好看啊，会刺着狗牙那样子的。所以收完边之后，你的衣服背心的部分就算完成了。下面你要转战到袖子了啊，袖子你看，再近距离给大家看一眼啊，它的这个边沿啊多么的好看。同学们如果啊你的这个位置不需要特别大的弹性的时候啊，我们尽量就怎样啊，尽量给它在这个位置留平边啊。当然了，如果有的时候要需要有弹性或者其他一些要求，可能收边的形式也会改变，你看，但是它真的是非常漂亮，对不对？好，完成了整体部分，我们该进行袖子的编织了啊。袖子依然是从底边这儿起的针向上环形织的啊，然后改织了正针，看到了吗？好，那么袖子一共需要起多少针呢？我们看啊，袖子整体的部分一共需要给它起40针。那这40针啊，我们环形的给它还是织八针麻花隔两反针啊，一共有4个花纹，对不对？哎，不是5个，哈哈，我数数啊，四个花纹啊，因为八针麻花隔两反针，一个单元花一共10针啊，一共4个完整花纹。我们还是织八针麻花第八行拧啊。那么这40针向上，我们要给它织多高呢？16厘米。看，织完这16厘米之后，你看就到这儿了啊，我们就改织什么了？改织了正针啊，同时我们将总针数呢也给它加到44针，加了4针。为什么？因为这样整个袖子部分相对来讲会舒展一点啊。而且注意了，这44针没有变化过，我们直着一直向上织的啊，环形织的是正针，织多高呢？这位置啊，一共向上织了28厘米。织够这28厘米之后，我们就要在腋下的位置减针了啊。首先来说，我们要给它减去个多少？5针啊，连前在后各减5针，那么一共减了10针，对不对？好，减完这10针之后，我们要在它的两侧，因为你现在已经改成了起始织了，所以在起始的位置啊，我们要给它隔一行减1针，一共减11次，记住了吗？好，最后剩下的一点点针，给它在这儿平收。两个袖子都完成之后，将你的袖子和正身的这个大袖拢的位置啊整齐缝合，这样你的整件衣服就完成了。同学们在织这件衣服的时候，或者是碰到麻花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对大家的提示，因为如果你一个不小心没有注意到麻花，可是随时会给你点颜色看看的。尽管在编织的过程当中，麻花和菱形是我们几乎是接触编织之后织的第一种花型，但是如果不了解它的脾气，很有可能它会让你出糗哦。好了，今天教程就播到这里，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请点赞，非常感谢各位。